これ私さっき書きました、前座を養生前座罪、どうですか、私が書きました。这一次呢，主要是带大家看星系秋天的景色，冬天的滑雪场。月后期有里山现代美术馆，星系这边的大地艺术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馆之一。说到星系，一定就是日本酒嘛，所以就开了这一辆日本酒的观光列车。而且第二节车厢的窗户超大，可以看到很美的海景。神の水だ。这边整个就是一个物产馆，里面有卖非常多燕山条的厨具，还有各种生活工具。小场滑雪场这边呢，其实除了滑雪之外呢，如果你不会滑雪，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像是背后的这一个花烂朵呢。知道往上滑雪场，就是在整滑雪场拥有70年以上的历史。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 ，Snow Garden 这种透明的帐篷。我们的星系真的是拍了非常非常多景点，要去星系的时候都可以参考一下哦。拜拜。